静好，芳姐好，各位评审还有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王银杏，谢谢。银杏今天来了非常多的亲友团跟歌迷，对不对？对。银杏每次的这个表演呢，都变化非常非常的大，每次都像高难度挑战。今天做什么样的表演？我今天要向我的偶像伍佰老师致敬，所以我选了一首伍佰老师的歌，叫做《心爱再回来》，希望可以让我自己也可以像伍佰老师一样厉害。嗯，很好，这种挑战自我的心很棒。王银杏带来伍佰的《心爱再回来》，银杏加油！银杏今天的表演，我觉得因为伍佰的歌女生真的不好唱，但是我觉得你对于自己的口气还有你的演出的方式其实都很有很确定的想法，而且你整个表演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在今天所有选手里面， 我觉得你的表演是很有你自己样子的，是很符合今天主题的。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那我们赶快来看看分数好不好。陈柏智的分数请下。